来来来来来，这都谁干的？小子，你别来这一套啊！是不是想跟他们平分惩罚啊？然后给他们弥补好吃的呀？开始他怎么变聪明了？我怕他们炸我呢，我不能承认。不承认是吧？行，我现场给你找证据。走，咱家好吃的都放这台上了。大家都知道吗？这么高的台子，除了你能放上去，他们谁能？ 那也不能说明是我呀，他们几个人一块也能上去呀、啊。还不承认是吧？行，这火腿肠是你最爱吃的吧？啊，他们都爱吃啊。那他们能抢过你吗？你再看看他们几个，一个个站在溜直的，那是怕我吗？那是怕你，没良心的。啊，听你的，不听我的。这陈警官怎么变聪明了呢？是不是感觉我变聪明了？切。 我这长安城大佬，据说破人案子，我也绰绰有余。长安城大佬，那是什么呀？你自封的吗？什么？在长安十二时辰手游里面，我已经成为长安大佬了。花不少钱买装备升级吧，你今天别打我，不然我告诉你媳妇儿，攒私房钱买装备。还敢威胁我？你今天这顿打，铁定是逃不过了。我告诉你吧，这个游戏呀，不用充值，全部靠自己的真本事升级。只要你努力，人人都有机会当大佬。哼，不相信是吧？我给你见识见识。 这个长安十二时辰手游是同名影视剧正版授权的三D国风手游，你看这个画面影视场景完美复刻，真的是梦中的盛世长安。而且这游戏不干不氪，第一天直接全身一套神装，全部免费获取，所有爆率直接封顶，打个 boss 满屏都是好东西，每个人在这儿都有机会成为大佬。游戏公司还为咱家粉丝准备了豪华礼包，游戏里输入 DALA168 就能领到咱家人的专属超级福利了。有了这些福利呢，距离长安城大佬的地位又更近了一步了。这个游戏啊，就是发掘人的潜力的。 每个人呢都有成为大佬的潜质，兄弟们，大家点击视频下方链接下载游戏，进入我的帮会，我带你们一起称霸长安，做大佬。这么说，我也有机会当大佬了？你呀，你还是先爱。